哒哒哒哒哒哒！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：8月2号，北部解禁的第一天，在蜜月湾海滩，竟然冲到一半被小菊赶啦！哇，所有的浪人纷纷逃离，到底是政府的乌龙，还是冲浪客的误会呢？这就得等民间向政府申诉，才能得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答案啊！那我们现在只好把镜头交还给北堤主播。哇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啊！解禁啦，2个月，终于解禁啦！哇，受不了啦，我一个起程，哇！再怎么样，我也要冲回沙滩，我要冲回我2个月都没冲到的。哇，死命活命追，哇、哦，起程，哎哎哎哎，没有起程啊，可惜啊，真的可惜啊，哇，2个月没冲浪，真的饱到胃老啊，有一点生疏，但饱到胃老，哇塞，今天的浪普普通通，算小顺浪，哎呦，哦哦哦，白花起程，白花一个起程啊，可惜被洗下板，哦哦呦，先一个起程，哇，一个右跑，抢浪了，大哥。哇，一个风快嘛，厉害厉害！这个哇，哦呦，哦哦，自由女神像，哇，站得这么直，帅气帅气！各位，今天真的大家逼急到受不了了，你们看到的不止一幕的这些啊，一眼望去，哇，这里还有个浪头，哇塞，破擦一下，你看你看，哇，战线一直拉长到这么远呐、啊。快到博朗咖啡那里了，哇！这个是带着宝宝来，哎，好可爱啊！我也想带女儿来，战线非常的远。哎呦，还有一个，这是教学吗？这是教学吗？哇，太远了！哎，哎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香蕉船，以为自己在坐香蕉船。啊，你的快艇呢？香蕉船小姐，你的快艇在哪里？喂，等一下，起程了，起程了！哇，哦呦，一个左跑，哦呦，哦呦，一个 crosswalk 啊，哦呦，漂亮收板，喂，萨普哥，追到浪了吗？萨普哥，哦呦，哇，漂亮的一个，哇，漂亮一个 button turn， 哦呦呦呦，差点头豆桃栽了。哇，冲的大家都在看你啊，这好帅啊，全部人看傻了眼。嗯，渔夫，哎呦，这是我们宜兰葵小姐吗？这位是我们宜兰葵小姐吗？坐在板子上，祈求让你快来啊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哎呦，起身啪嚓一个浩蝶，哇，帅气啊！这个在等浪的时候不忘练起身。这是我们宜兰葵小姐吗？没办法，镜头不够远。哦，香蕉船小姐，你的车夫来了吗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快拍照，不然人家不知道你会冲浪，快自拍。来一个帅气的自拍，不然人家真的不知道你冲浪。哎呀。有照片，有佐证，漂亮漂亮，帅气帅气帅气，果然你是冲浪的料。哎，有谁？哎，没追到。哦哦哦，起身！哎呀，漂亮漂亮，啪嚓！哇，前面人墙挡住，跟在踢足球一样啊！哇，大家不让你射门，挡一排。哟，高手高手！我们刚刚这位练起身的小姐，哦哟。漂亮漂亮，哇，一个收板，嗯，漂亮，哟，哇，全部抢一道，哇，漂亮 ，Party Wave， 哇，哦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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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抢，这是开心分享，哎呦，比中指啊，哇塞，他比他中指吗？哇，这运动家精神，是有学到中国队的我曹姐，羽球双打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操操操操。哦呦，漂亮的左跑，可惜换你追了，不要犹豫，快追！哦啊，哦啊，没追到，可惜。哦呦，又是来了，又是你，对不对？这个追得到吧？
哎呀，一定是没看 Darren 滑水啊，这都追不到，可惜啦。滑水练练，滑水练练。刚刚有人站起来了，哇，擦水！哎呦，擦水还给你站起来，洗了大脸，哇，帅气帅气！人家跳到黄河洗不清，这下你全洗清了，太帅了！一个洗脸，早上起来洗洗脸。讲完，等一下，这一群人，这个位置不错，感觉要擦水了。哦，没有，哇，漂亮一个压板尾，哎，这个很好的教材哦。这个就是起秤的时候，板尾压太多，所以失速了。我现在正在努力录那个起秤的第二集，就会讲到怎么样起秤比较能够避免板尾压太重。给我一点时间。哦，我有漂亮的起秤，哇，一个内八 style， 哇，一个刹车留在 power source， 留在 pocket 这里。哇，帅啊！旁边初学的看了，哦，哥哥，我也想笑，你冲的那么好。你看他们板头出水太多了，有没有？看到板头出水面太多，没有贴起水面，阻力就会大，可惜啊！加油，回去看一下我们城市浪人教学影片。OK， 哥哥，未来长板有机会啊，长板天下有机会是你的，再练一下就好了，加油！哦哦哦，沙坡哥，沙坡哥，哎呦，沙坡哥，哇，这才是香蕉船呐、啊！哇、哦，举这么高，怕大家看不到你，我在这里。看我起秤啦，我斜跑啦，哇，马上滑出来。哦，你也要追，这个追得到，你就志哥了。哇，差一点点，你差一点变北提志哥啊！有这有东西啊，这有东西啊，怎么不追呢？哇，漂亮的起秤，哦，一个 carving， 漂亮的 carving。喂喂喂，继续冲！哎呦，差点把碾压，看着他。吓尿了，还好在水里面，不然真的尴尬了，尿裤子了。哇哇哇，漂亮起秤！哦呦哦呦，一个走板，一个走板，打个浪头，打个浪头啊！不打，哇，一个卡车司机坐在板子上刹车。哦，破叉，录到了，你，恭喜你获得今天的破叉冠军。哦呦，差点被板砍了、啊。哦呦呦呦，小心小心。哦呦哦呦呦呦呦呦呦。哎，大家刚冲浪的朋友，记得尽量不要歪抱之后，让板子在你跟浪的中间，因为浪之后再下一道浪打到板子，然后就会敲到你的脸，很危险。所以尽量就是赶快绕过板子，差一点，你距离 Kelly Slater 就差一步啦。哎呦，哇，漂亮的转身，一看就知道追的啦。喂喂喂喂喂喂，不可能看错吧？对不对？我这看看看人追浪能力还是有的。哎呦，漂亮哦，脚踝进管。哎呀，帅气帅气。哇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有偷冲浪啊？你这背肌颜色深到我需要为你调我的曝光啊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哦哦，大家抢大家抢。抢抢抢抢起来。哦哦哦哦，有了吧。哎，可惜了。真的可惜。板子。还不够长，赶快上岸，拿一个十二尺板，下一道浪就是你的了。哎，哇，漂亮起秤，哇，这个起秤漂亮。哎呀，可惜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滑一下，再滑一下，哇，厉害！你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哦，哦呦，哦，厉害哦，看得我胆战心惊的，看你冲浪，真的帅气啊，跟看戴志颖打球一样紧张。咦？哎呦，漂亮哦！哎，这个斜跑漂亮，还走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啊，可惜，再切回来，再切回来就有了。哎哎哎哎哎，哦，哇，漂亮一个起秤，哇，可惜，板子太短。学长来喽，左看右看，没人跟你抢。有，上了上了上了，一个右跑，漂亮！哇，哎、一个趴背，我还换边了，换边了。对，哦，奴婢开始。又回到奴婢开始、欸欸，哇，又起秤、欸！不是不是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哎、欸，不行啊！哎、欸，老天有眼啊，老天有眼，我们这个优质频道被这样子弄啊！我这个到时候剪精华。哎呦，哎，起来了，没起来。哇，哎呀，哦。自动跟焦、欸、我这相机
专业啊。哇哇，哎呀，出镜了。现在各位，我澄清一下，现在是威毅在长进啊。现在没有浪啊，我也想要拍。哎呦，要追吗？要追吗？耶，有，有机会。起，漂亮。哎呦，一个左跑，帅气。哎呦，哎呦呦，哇哇，这种走板厉害啦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加速，哇，一个风快，哇，帅气啊，从哪里冒出来的帅哥啊？太帅了吧你！嗯，好强哦！但没有看到他一开始，哇，这是 Rusty 版，帅气啊！哇，太帅了，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啊、一道浪，好，这作为我们回家浪。你趴太后面了，大哥，浪都还没来，你板头就这么翘，往前趴一点点。有，大家抢这一道，往前趴一点，你们都是。都给我往前趴，啊！你呀、啊，往前趴，你的板头有没有看到？哎呦哎呦，我脚都给你起来，哎呦，哇！前面这个不劳而获，守株待兔，就在说你啊，太厉害了，给你守到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